鼻孔都扩张了。我是小哥哥喽。生意太好了，你看员工超多的。我们现在在 In and Out， 来加州绝对要吃的就是 In and Out 的汉堡。那因为前几天那个，其实爸爸在宵夜的时候已经买过给我们吃，但我们没有拍影片。我们今天呢就特地再来吃一次。今天晚一点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搭机回台湾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会去一些景点看，因为我们的班机是晚上11点，一上班机就睡觉的概念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在这边的饮料通常选项都很多，不只是可乐而已哦。先喝喝看，好喝好喝，这个好喝。然后我再把它加一点无糖汽水，它应该就会变成那种柠檬汽水，是半糖的，我觉得更好喝。还可以加柠檬片。小桃子在挤番茄酱。小桃子觉得这个太重了，力气不够大。它这边还有小辣椒。我帮你弄了超好喝的饮料，你喝喝看是什么口味？没有口味。喝不出来吗？是吗？有柠檬味啊？不是。那好喝吗？好喝。也是好喝，对不对？你穿新衣服耶。还有 Groot， 对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哦吼吼！汉堡包来了！我的汉堡包。小陶德他非常喜欢吃汉堡。有时候我们晚上问他要吃什么，你要吃拌拌面面还是汉堡，他就会说汉堡，他都吃不腻，所以他其实还蛮适合待在美国的。哦，爸爸撒什么？撒一点盐而已。撒一点盐巴哦。试看辣不辣，咬一口。妈妈吃吗？你要我吃？我可以接受，应该还好吧，不会太辣吧？会辣。对，美国人都不接受了，舔到就辣了。辣！你看我鼻孔都扩张了，咬一口。你这什么脸？幸灾乐祸，幸灾乐祸的脸。其实是超酸的，它像酸黄瓜哎，它的酸比辣更明显一点点，但也还是有辣，可是辣是可以接受的辣。吞下去之后开始辣了，你的舌头麻麻的。这里汉堡很贴心哦，就是一般的汉堡长这样嘛，可是你也可以就是不吃汉堡皮，就用生菜来取代汉堡皮，这样子就没有面包了。这边的洋葱还可以帮你煎过，好贴心哦。然后这个就是菜菜汉堡，我的里面有酸黄瓜。我们的包装开，哦，酸黄瓜。你家的汉堡里你一家最蛮喜欢的。有辣吗？太辣了。这辣的。辣就只是一点点。你是酸的辣。好好吃的。这个你不能超级辣。超辣，小朋友不可以吃。我们这几天呢，开车经过In & Out，都是满满的人，我们就觉得太夸张了。大家怎么会这么的喜欢呢？那现在的时间比较奇怪一点，现在是几点？10点半。介于早餐、中餐之间，可是现在人也开始越来越多了。因为我们刚刚是从那个圣地亚哥，然后要开车到洛杉矶，然后中间的时候肚子饿，所以随便下了一个交流道，有点偏僻，这里就只有这几家店而已。这边的那个薯条，马铃薯它是新鲜的哦，还有带皮。是直接一整颗马铃薯切了，然后就炸的，然后吃起来就会脆脆，有一点像饼干一样。哦，我的炸掉了！耶啊啊！被你吃掉了！好，3岁小桃子要表演吃汉堡。你是大恐龙吗？哪有人家那么厉害的？你带大恐龙？谁那么可爱？你吃不完，你只吃了一半，对不对？剩下我们在车上吃就好了。Nom n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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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m， 你说好好吃，对不对？Nom n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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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m。耶！这
哇，你看大胡子树，怎么这么好笑？爸爸要加油，这里加的油跟我们不一样哦，是89、97、91。然后上交流道了。现在呢，大概是11:30，从圣地亚哥开车到洛杉矶大概有2个小时。那我们已经开了一半了，现在还要1个小时到那边。我们呢预约了房仲，2点要看房子。我们要去迪士尼旁边。迪士尼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已经去了2天了，不知道迪士尼是什么？迪士尼是乐园哦。那里有谁呀？那里有，你有遇到美国队长啊，然后还有遇到蜘蛛人，然后你还有买了一个 Groot 娃娃的地方。结果不见了。我又提醒你了吗？可是我们后来又有买了其他玩具，对不对？还打电夹个 Benoist。对，所以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想要我的杜娃娃鱼。不是啊，我们已经说好了，我们买其他的玩具给你，你就不要杜娃娃了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要我要杜娃娃。我们有录影存证哦，小桃的。就是怕你反悔。好了，要开车开很久，所以我们要来吃孔腰头。这个呢是草莓口味的，可是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西瓜。你看，很大的一颗，有点像飞雷吼。我妈妈不吃怕，小朋友不可以吃口香糖，因为口香糖不可以吞进去哦。你给你们看一下风景好了，一片荒芜，一片荒芜。我要不要吃泡泡了？好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啊。这应该可以吹。嫁给你一句机会。好。再一句机会。吹不出来，我好累哦，是让我的舌头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等一下再吐。爸爸有抱抱了，爸爸有抱抱，好，爸爸专心开车，爸爸吹了一个大泡泡。爸爸泡豆腐，爸爸来吗？大鱼，大鱼，大鱼，有那么好笑啊？你知道除了吹泡泡之外，泡泡糖也可以有很大声的声音哦。嗯，你看我表演给你看，很像爆炸哦。嗯，不好意思，好吃吗？其实还蛮好玩的哦，一颗泡泡糖小孩可以玩那么久，所以塞车的时候就可以吃一下泡泡糖，只是妈妈会很累，我舌头好累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到Outlet， 然后随便逛逛，看看有什么好买的。哇哇，好多手表，哦，好浮夸哦，这个超浮夸的，这个是手表哎，Versace的表。超大的耳环哦，对对对，很帅的眼睛。你看我旁边有，都是亮晶晶。看起来好像很聪明的小孩哦。你看是不是聪明的小孩？看起来好像很会念书哦。咦，那个很帅吗？有。哇！哇！什么东西？你要看什么？哇，这是神力女超人的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件这一个？有，是 Superman 的衣服。还有，芭蕾。对，你最喜欢的。哇，你是闪电侠的新帽帽。
然后那边还可以停在铁笼里面，超级铁笼哦，完全不能被偷走，还蛮时尚的。二到三房一个月的租金大概是10到15万。这是房间，厕所好大哦！你看这是厕所，哇，这是放衣服的地方。哇，你可以看看吗？Just one. Basically, our apartments go all the way up to the fifth floor. 我们现在到了顶楼的公社，然后中间呢就是一个游泳池，后面有一个大电视墙，可以在这边看星空电影，然后或者是球赛的转播。Yeah. Okay. We are. 这边是酒吧。对。这是不是我们上次看到的球场？然后这里呢是休闲的地方，撞球。啊，对，乒乓球。这里有一个小会议室。哇，健身房。你会玩吗？很多哑铃哦。这里呢是一个休息的地方，然后你可以买点糖果吃啊。这个有一包综合巧克力。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看房子，他们这里的办公室整个都是工业风，还蛮漂亮的哦。然后呢顶楼的游泳池跟健身房看起来都很棒，因为这个建筑是新的，大概不到一年左右，所以住户没有非常的满，它的车库是我们预期中的非常安全，还有铁笼。那获得了一个巧克力就很高兴。你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你要住这里吗？你有想要住这里吗？要。你们也住这里。我们要住这里哦。好啊，爸爸再问问看好了，我们再看看。嗯，整体算是还蛮喜欢的啦。你看，这个很好吃哦。对，就这个很好吃。好，那你吃。赞哇，我们现在要喝的是台湾第一位珍珠奶茶，要4.5元。好厉害哦，好多派跟点心。好，我们看完房子呢，现在就是肚子饿了，所以我们到了一间吃到饱的地方，就好好的吃个饭。这附近很多像是面店什么之类的，全部都是下午没有开门，但是这一间满满的人，几乎是满的，好夸张，这么多人也这么晚才吃饭。小桃的他很想喝珍珠奶茶，我们刚就买了一杯珍珠奶茶给他。这个看起来有巧克力酱，好好吃。巧克力看起来有巧克力酱，很好吃，超级松软的。巧克力好好吃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就到附近的购物中心带小桃子去逛一逛、走一走。接着呢，就到机场搭飞机回台湾。哎，从美国回来之后呢，就好想念台湾的美食哦。所以呢，趁周末就约了桃爷爷奶奶，我们一起到一个新屋土鸡城去吃吃，顺便玩玩喽。来一点，跳跳跳，跳跳跳，要怎么玩啊？这个好像就只是在上面跳跳跳哎。脚踏车，呜呼！我已经在骑脚踏车，还有玩的呢。对，我想骑一点的。这是粉红色沙滩车，会动吗？不会动，它要自己脚踩哦，没有充电。里面为什么要有小熊的乱打的？对，因为这是小熊熊车，它连它的那个脚踏板
都是熊熊。我记得这个都坏掉了，应该找另外一边没有。哦，对，它另外一边坏掉了。没有，还有一个的，这两边都坏掉了。好可怜，对不对？那你后面也有啊？后面可以载别人哦。哟，那还有这个的话。啊，你们滑板车。有人会溜蛇板吗？我每次看人家溜都觉得很帅，在那边扭来扭去。可是你光站上去都怎么样都站不稳，我完全没有踏上去的一个勇气。那怎么上去啊？好，放弃。哇，小桃子好舒服哦，你被关起来了，你被蜘蛛人的网子网住了。啊，出不来了，妈妈！哎，好多蜻蜓哦。那个是谁的鞋子呀？对呀，谁的臭鞋子放在这边？是美国队长的还是谁的？是美国队长的吗？不是的。像你的衣服吗？要从上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呜，颠倒上去，就变成黄色笑笑脸人。其实我今天跟小桃德有做情侣装的搭配耶，你看我。胸前有两点笑笑脸，跟他的衣服也是笑笑脸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都一样穿牛仔裤。嗨，大恐龙，你爬得上去吗？你的极恐龙耶！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怪怪的叫声啊？飞机啊。飞机，还有呢？还有谁一直在咕咕咕咕咕咕咕？还有一只耶。对啊，有一只在后面走路。还有有一只的是母鸡。母鸡哦，鸡一直在叫。对，它真的是母鸡耶。这个有鸡有水。有水啊。你看。糟糕，那你屁股有湿湿吗？没有啊。好啊，所以还好哈。因为有下雨，是不是？这个坏掉了。老弟，我还是可以走。对，好，小心。我走另外一边的。好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洗手。等一下再洗手，没关系哈。小桃都很爱干净。对，再往前，很棒。耶、yeah, ，你成功了！你觉得脏脏的，是不是？是谁在洞里？是小老鼠吗？小老鼠在过洞。哇，那边有一个大蜘蛛，好大好大呢！假的啦，那个是真的啦，那个是真的，我们不要太靠近。没办法，这里真的是户外。小桃子，你有怕蜘蛛吗？不怕。不怕，因为你喜欢蜘蛛人，对不对？医生，医生你也有来，医生也来土鸡城。医生呢？然后呢？医生呢？你以为是你家吗？艾选超会顾家的哦，就等于说，我们每次带狗狗出去的时候，对，有看到飞机，有别人跟我们讲话，然后他就会对人家凶，他就觉得，别人靠近我们是不是要欺负我们？他真的很会顾主人。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你就喜欢在草地上跑跑跑了。对啊，又要去摸一下。我大蜘蛛。在哪里？那个大蜘蛛的。他要带奶奶去看那里，哎呦，被挂起来了。哎，这是公鸡哦，后面那个鸡冠很小的就是母鸡。你不看，有一个鸡的尾巴好美丽，那个鸡怎么鸡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它怎么那么漂亮？你看，还有一个尾巴很长的鸡。很高兴要跟奶奶说。我丢完你。旁边也有两个小蜘蛛哦，我也有小蜘蛛啊。他说你在表演给奶奶看。小心哈，小心慢慢爬。好，快到了，还剩下一步。加油！耶，好厉害啊！表演完要怎么样？两只手。没有完，还没表演完，还要表演。下来吗？那个不叫蚂蚁，可是有蚂蚁啊。没关系，你溜的时候它就不见了。走，我一起。小桃子很爱干净，超级大狗狗，你会不会怕怕？
不要哦，它跑掉了。好，德德跟爸爸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两只狗狗真的超级大。嗨，大狗狗，要不要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？来，你们看一下有什么？是鸭妹妹。哎，鸭妹妹在吃草。哦，加喝仙草茶。干杯，谁干杯了？这个给你，慢慢喝哦。的，这是阿妈炒古早鸡，哇哇，小桃子最喜欢的巧克力跟辣椒跟那个绿色的，记得吗？巧克力糖果米啊，是，哎呀，很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那要把东西带给我，开心一下，我帮你选，而且你也要吃。哪有这么好的，狗狗也可以吃，好好吃啊，很新鲜的鸡，好玩吗？我来不跟我玩跳跳板耶，每次听到音乐就会跳舞。好，陶德又换了一台小飞机，哪有这么扭来扭去的飞机？是不是扭来扭去的？没有，它的飞机飞单位一起摇啦。你有没有屁股痛？有哎，有屁股痛哦。小星星，好玩吗？一起骆驼。我要躲在你的里面。你在躲影子。躲在奶奶的影子里，躲不住，这什么游戏呀？耶！哎，选你没有影子，因为你在太子里。哎，选他没有影子，哎，选没有影子。好了，妈回家了吗？好啊，跟爷爷奶奶说什么？你要跟爷爷奶奶说什么？拜拜，拜拜。